小姐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耽误你一下，可以拍一下今天我最美吗？很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哎、欸，小姐，等我一下，很快很快，我们拍很快，可以这样吗？不会太慢吗？不会不会，很快的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鹏鹏。体重44。平常喜欢唱歌、看杂志，每次在家就喜欢睡觉。我的职业现在是拍模特。